嗨，大家好，这是小黑志。这一集开箱 Double Tips 这一季的 Welder 减型裤，然后这一季的这一条裤子我其实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的版型是做比较宽大一点的，然后也是近期比较流行。那有出三个配色，一个是深蓝色，然后军绿色，跟我身上的卡其色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单看裤子本身。然后裤子本身的剪裁的话，就是上宽然后下窄，下窄的话它做的收的很好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实穿的那个效果。然后上面真的是做到很宽，然后尺寸的话就按照你自己的腰围买，大概就还 OK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比较特别的设计是这边，这条裤子它的那个裤耳的设计是像Double Tips Jungle England 它的那个裤耳设计，那它是做比较绅士，我是觉得比较像绅士一点的设计，你可以解开之后扣那个搭配吊带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解开，因为它有这边有六个，前面两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然后背后再两个，一共六个，你就可以搭配吊带，就如果买太大的话，你可以搭配吊带做使用。对，买太大好。然后这一件的话，设计非常的素，前后都是非常的素，然后只有绣上一些基本的，像左边这边有一个小标，基本的一些细节。屁股后面裤子通常都会有的，也是白标。然后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深蓝色，颜色也非常好看，非常饱和。然后这一件的材质是Satin 材质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垂坠感跟硬度，然后还有刚刚讲的它的到脚踝这边的版型设计真的蛮好的。那我身上穿这件是 medium size， 然后这边可能看起来会有点太胖胖，但是故意做的这种比较宽一点的设计。好，那如果你底下的话也可以稍微折一点点，等我一下哦。在裤管的部分也可以折一点点，也有比较修身的效果。OK， 那这一条裤子是除了 Double Tips 的那个工作裤之外，我自己算是蛮喜欢的一条裤款，因为它真的很修身，然后因为我的下盘比较胖一点，所以穿起来蛮好看的。OK， 那大概是这样。那影片会上到 IGTV 还有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有朋友对这件有兴趣，然后或是想买的话，都可以把我们推荐给他。大概是这样，拜拜。